之后啊，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受伤，我今天再次回到了先发的阵容。杰克球出手打到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，有点，哎呦，有惊险，惊险呢！哦，这个球判断错误哦。嗯。对这个球的尾劲哦，那个不够了解，还好最后做了一个补救。哦，中外手是洪少熙，否则这个失误就会很严重了。还好最后有跳起来，哦呦，这个球比他预估的要远了差不多2公尺，对，到3公尺。